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安心，各位小星星们，农历新年快乐！就在几天前，我们完结了 Poppy Playtime 第3章的正式版本，看到了最终结局。而在之后，就有私底下问我说：“阿星啊，能不能拍一下 Robux 当中的 Poppy Playtime 3？” 因此，在多方寻找之后，我就找到了这一款 RP 游戏。哇，在我正前方有一只瞌睡猫，希望它待会不要冲上来直接咬我。总之，我要趁其他怪物敌人们还没来之前， 跟你们一起来看一下这个游戏到底长什么样的哦。在右边有个传送，目前它一共有4张地图，分别是游戏大厅、Playhouse、狗狗日待的地方、Home Sweet Home、甜蜜的家，也就是我们遇到噩梦 Huggy 的那个地方，以及学校，也就是我们遇到惬意女士那里。而重点是在这里，我们可以变身成哪些角色呢？从最左上角开始，狗狗日、瞌睡猫、惬意女士、噩梦版瞌睡猫、Poppy、 噩梦版 Huggy、Kissy Missy， 还有迷你微笑的小伙伴们，每一只都有哦。而待会我们除了要看过这些角色以外，还要前往不同地图参观。那么，在我们这集 Robux 版本的 Poppy Playtime 3 RP 游戏开始以前，邀请各位小星星们不要忘记了帮这部影片留下个彩色大拇指，也不枉费我来到一个充满恐怖怪物的地方。那么这集的喜欢目标数该怎么定呢？我想我们就用这里面有 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个角色，因此看我们这集能不能快速达到1500个喜欢哦。那么就让我们开始吧。那首先我们就先从比较没有杀伤力的看起好了。先看一下 Poppy 哦，这个 Poppy 是出车祸之后的 Poppy， 脸上有伤痕，而他的刘海也是第3章的。 此外，他没有任何的技能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第2个造型吧，来看一个比较没有杀伤力的 Kissy Missy， 他会给人拥抱，真不错。但他看起来也没有技能，走路的姿势倒是跟原版蛮像啦。而既然是 Kissy Missy， 他就不会有 jump scare 嘛，毕竟在正版中没做出来。那接下来我们就按照章节来看看这些怪物们。首先是噩梦版的 Huggy， 而既然要看他，我们就应该要前往 Home Sweet Home。来了，我们进来了。 这里是我们看录影带的地方吗？哎，对，在故事中，主角进入梦境后，从床上捡了卷录影带，并且把它塞进播放器。而影片播到最后，噩梦 Huggy 就出现了，他就是像这样追逐玩家，但因为玩家走得比较慢，所以就被吃掉了。而被吃掉之后，梦就醒了。哎，他真超酷的哎，做的好像原版哦。接着我们来参观一下 Home Sweet Home 这里。有只噩梦 Huggy 在咬我。 哇！居然做到动作好像啊！不会太多只恶魔Huggy了吧？全部叠在一起有点恶哦。唯一可惜的是我手上没有手电筒啊，如果有的话就可以稍微打亮这里，让这里看得更清楚哦。接着我们试着从电视里钻出来。哦吼！超恐怖啊这个！ 并且进入追逐战 ，jump scare， 哦，可怕这个做得好逼真哦。不过这个噩梦 Huggy 有个很特别的点，他手掌是朝着同一边的。哦，莉莉姆来了，我们可以给他 jump scare， 咬他一口，满满恐怖感的拥抱。虽然他完全不会受伤啦。这样我们就看完了噩梦 Huggy。哦，其实按照剧情，我们应该要先看瞌睡猫才对。 毕竟这只其实是最早出现了，而且一开始它出现的地方是工厂里，就是还没有进入到 Playcare 里面的时。但可惜这个游戏的地点中还没做出这个区域，所以我们就先在这里看一下。哇，跳下来时手会张开。在瞌睡猫有什么技能呢 ？Jump Scare。哦，会咬人，它会喷出红色的罂粟气体。不过看了不用担心，因为这个气体对其他玩家没有什么杀伤力。 最后则是他的声线，哈哈，就是那句经典的“离开 Playcare， 不然我要来找你了”。接下来我们来看个惬意女士，先看一下她的造型，哇，真不错哎，她走路的姿势都有做出来，这 pose 满分啊！但由于它是 Robux 版本，所以移动时还是会有一点不太自然的现象。 那既然我们都已经变身成惬意女士了，我们就前往学校吧。哦，这是 BOSS 战区域吗？这边好几区在coming soon呢，表示作者还没有全部做好。哦，他连教室都有做出来，这边看起来就是刚进入到学校的地方嘛，连壁画都有哎。那我们先找个亮处看看 jump scare 好了。会有这样的地方吗？这里灯光组吗？好像不太够哎。我的脸好暗哦。哇，都是暗的，所以我们还是先回到游戏大厅来看 jump scare。哦，跳上去锤人哎，用他的倒刺。 又或者称为倒钩，来听一下他笑声，狂啊！ This is Mr. Light speaking. Please excuse the interruption. 哦，这是他广播，哇，把整段的语音都塞进去了。好，如果你想要听原版的话呢，阿信也有完整的实况，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，而且还附中文翻译哦。最后只是死亡，啊 ？What？ 什么意思？ 然后他真会找上门，然后去被夹扁吗？怎么是长这样的？不然我们站在这个墙上试一试啊！哦，他是随机找个角度冲进来，然后被夹扁，是不是？然后脚还断掉啊！瞬间又接回来，这个太厉害了！居然在Roblox当中重现这个动画。那接下来按照剧情，我们该来看微笑小伙伴了吧？我们先从瞌睡猫看起好了。变身 ，Jump Scare。 哎，有 jump scare 哎，它可以喷气体吗？看是不行。它走路的样子就这样，扁扁的，看起来的确是蛮恐怖的。哎，仔细看，它眼睛里面的东西都跑出来了，是腐烂的吗？接下来我们来看个迷你狗狗日。哇，这小狗看起来就快烂掉了。哦，它身上还有带一个太阳，太阳应该是领袖象征吧？这样的话，它可不可以 jump scare？ 好像都一样。 那跳房子兔兔呢？他的脸看起来也快烂掉，还有耳朵也烂掉了，屁股也烂掉了，是被咬吗？那有没有 jump scare？ 都长得一样。跳起来可以看到他胸口带了一个什么闪电吊饰，闪电然后是代表着他速度很快吗？下一个迷你波比抱抱熊。哦，他这模型是没做好啊，配色看起来有点烂哎。然后他脸是怎样？ 怎么有点像身体里面掉出来的一个什么零件这样子？那它的 jump scare 呢？哦，都长得一样，跳起来大吼。那么乔伊独角兽迷你版，哇，它嘴巴也烂了，耳朵也烂了，哇，每次都这样哎。然后我们来个 jump scare， 哦，又长得一样了。迷你布巴兄弟象，这小图看起来比较可爱。哇，它连站都站不起来，它只能用爬的。耳朵、鼻子。 还有好多地方都烂掉了，那我们让它稍微叫喊一下 ，jump scare， 狩猎。哦，这是冲上来以前的叫声哎，那该不会那几只也是吧？来试试，哎酷哎，有做出来太凶的感觉。再我们看米米 TT 小鸡 ，jump scare， 一样，看到光线时发出的声音，狩猎。 哦，原来狩猎时声线这么高、哦。最后则是迷你挑剔小猪 ，jump scare， 一样是跳起来，用燃烧弹吓它。这声音听起来每一只都差不多啊。我、哦、这听起来有点像猪叫声。接着我们按照剧情再往下走吧，来看个狗狗日大型版本。先听一下它的声线。哇，它被吊起来，哎，这好酷哦。 我好想试试看，可不可以重现它的场景 ？OK， 我来到了 Playhouse， 你变成了狗狗日，来喽！前面他会对主角讲很多的话，他该不会要把整段全部重现吧？欸、真的、欸，他整段都搬过来了。我现在很好奇的是，待会会不会看到成群的迷你小伙伴粘上来？开车，开车 ！Oh no！ 我们看有一只迷你波比包包熊。 正等着要钻进我身体，哦，快走！追逐战开始了，快跑啊，莉莉姆！虽然你是个残障，坐轮椅，但你还是要跑啊！哦，还可以下去，跑起来 ，Poppy 的 Angel！ 哇，这场景还原度好高啊！ 我记得这边是要左转，哦，不过利姆看起来好像路痴哦，他是不是不认得路啊？哎，这边我也记得是往右边跑起来，莉莉姆，快跑！他走错路了。Six hours later， 哇，终于，看来莉莉姆找到路了。我们的追逐战要继续啦！从这边开始是游乐设施，加油！莉莉姆，轮椅推快一点！虽然我知道上坡很难推，不然就要被吃掉啦。看，我们到达下个区域了。哇，这里也做得蛮像的。 哇，他是不是lag啊？左边，然后右边。哇，我已经玩到都记起来了。这边要跳下去，接着继续走。前面应该有溜滑梯。哇，怎么前面还有一只猫啊？嗨，瞌睡猫，你在带路吗？这边玩家是要溜溜滑梯。不过狗狗是应该不是走这里的吧？ 哇，被猫踩的！哎，我已经超过莉莉姆了。不过实际上追逐战他已经被我吃掉了。看来他迷路哎！哇，他走错了。没关系，我们等他一下。原来前面那只瞌睡猫它是来带路的啊。哦，原版这边应该会有一个紫色手的板子。我们到终点了，然后狗狗日就会在这里被挡住。哦，他们上去了。哇，这里还有坐电梯哎！ 哇，这场景也做得太还原了吧！哇，真的还蛮期待有一天我们可以成功把狗狗日救回来，不晓得有没有这么一天哦。哇，这样所有的场景我们全都看完了，我们还剩下一只噩梦瞌睡猫，没看过。哇吼，噩梦模式！其实噩梦模式是在红色的雾里面才会出现的哦。我们来看这只有没有 jump scare， 没有，啊也不会吐出气体。 那它声音呢？哦，有听到低吼声。按照剧情，这只原本应该要出现在工厂内的，但看来这个游戏还没做出工厂，也许之后会更新吧。好啦，那我们这一集的 Roblox 版本的 Poppy Playtime 3 RP 游戏就先玩到这里啦。基本上这款游戏我觉得做的还算有趣啊，因为它还原了一些场景，我觉得算是蛮难得的哦。而重点是作者之后还会更新，所以搞不好未来我们可以看到更多经典场景，像是最终 BOSS 战之类的。 不晓得你们觉得如何？欢迎在下方留言告诉我们的想法哦。OK， 那么这部影片也差不多到这里结束啦，感谢你们的收看。喜欢影片的朋友，请别忘记帮忙留下个喜欢。如果想要看到更多影片，而还没有订阅这个频道的朋友，也不妨考虑按下个订阅。而最后最重要当然是不要忘记保持正面能量。我是专心，我们下部影片再会，拜拜。